是说贤良谈相遇，他说可能就不会害怕，就说还要受罪那三爹呀，只是那不到长城一门将啊，闺女呀，到天明你就出门了，我心里呀是又高兴又难过啊。不说了，天明啊你一定打扮好啊，那嫂子啊搀你上车，上车前你可千万别哭啊，孩你要是一哭我这心里也不知道是啥滋味。上了车记住坐前排，可别坐那后头，坐后头啊蹲你慌，下了车可别慌，可别摔倒啊。妈，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。哎呀我的好闺女啊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曲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曲剧七八，曲剧七八，记得是拼音曲剧七八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点击曲剧名段精选，然后再点击底部的关注，关注完之后底部有一个菜单曲剧精选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边都是曲剧的名家名段，赶紧进来观看吧。